嗨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吴戒。那今天呢，要继续来还愿的实况啦。我们上次已经先进到两间房间了，1985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来逛一下1986的这间房间。这是什么？大慈大悲慈姑观音，是要过圣诞节吗？哦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袋子的小朋友呢，歌声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。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任何的事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美心很厉害哦。第一个小朋友已经连续问了4次了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呢，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唱，还唱得这么大。哇！两个人的实力确实是在伯仲之间，难分胜负。哇！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广告回来就好。进广告了，哎，怎么又开始了？小袋子的小朋友呢？怎么重播了？好。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任何的实力。哦，这里有相机耶。希望你可以继续加油。好，那这个呢？这是照片，这张拍坏了真可惜，真想再拍一次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其实相当不容易。我当评审十几年来，第一次听到小朋友来就这样子吗？没有其他的线索了。这个是衣柜的密码，他有说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吗？会是这张吗？可是这张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数字。相当的优美，情绪相当的投入，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都感觉。糟糕了，评审一直在重复播放。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他的奖评哦，是什么？哦，就是这个。图解慈姑观音化身神将，农夫照大蛇的指示，将他的肉身酿成药酒。小沙弥喝了药酒后，真的恢复了健康。此时，慈姑观音大士降临农村，慈姑观音告诉小沙弥与农夫，他感应到大蛇的善举，虽为精怪，却愿意牺牲奉献，于是收服大蛇作为护法。往后在救度四方众生时，身边必随行黑白相间的灵蛇。这个故事由《慈姑正心经》之立世观记载，许多信众目睹慈姑观音显世时，都表示曾见过灵蛇的身影。哈，感觉不到杜美心小朋友任何的实力，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希望你可以继续讲。这个是什么？天才时代。第一个小朋友已经连续问了4次，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。然后这里。有什么？哦，这个是，哦，过一年之后，我刚是在一年前要把东西投进去嘛，那现在是一年之后，这个东西应该还没酿好。瞎子的话，相当的优美，情绪也相当的投入，尤其是码头姑娘最困难的几个地方呢，都感觉到杜美心小。这边有一些图。好可怕哦！我觉得房子好可怕哦，我很怕这种转角的地方突然就有什么鬼东西跑出来。这是什么？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杜美心，我的梦想是当小明星，因为我的妈妈是大明星。妈妈唱歌的时候我会跟着唱，爸爸妈妈就会说我唱得很好听。我希望可以在电视上唱歌给所有人听，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去上才艺班。我也常常参加唱歌比赛，爸爸说只要努力，大家就会听见。我还想要陪爸爸妈妈一起玩，他们每天都很忙。等我长大以后，我要每天带他们出去玩。哦，美心是好小孩呢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数学作业。美心在写数学作业。你看，我把旗袍找出来了，洗一洗应该能穿吧。
赖导他答应了，他说现在还来得及加个角色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不是说过了，房租水电都快没着落，要想办法。这样家里怎么办？小孩不顾了吗？你怎么那么自私啊？不是嘛，家里不会怎么样啊，家里我还是会顾啊。好好好，我再去跟他说，不去就是了。哦，因为老公赚不到钱，老婆想要付出的意思吗？啊，常压冷静，哦，我要冷静，我要冷静，好，冷静冷静。美西的冷静方法是这样的。好，冷静了，冷静了。可是你是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就只是想要帮忙而已啊。钱我会处理。男人的事你不用管。哈，什么叫做男人的事？你算什么男人啊？你整天窝在家里，好手好脚不出去工作，钱那么多，还不就赚那几个钱？我吵架。你现实一点好不好？你那种剧本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拍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扯这些了，我现在不想听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啊，爸爸妈妈吵架了。你如果不乱花钱的话，现在不会变成这样。我乱花钱，我怎么不看你自己啊？你买那台那么贵的唱机做什么？给谁看啊？有事没事就买那些手表、茶壶，还有那条贵的要命的鱼。好呗，红龙。哦，还有那个什么供养观音的功德金，每个月一包一包的在给，你要不要连彩钱都给他算了？你莫名其妙，搞清楚，要是他的保佑，今天没这个病会好吗？你给我闭嘴。钱都给观音好了，全家人都跟你一起喝西北风好了。好，我们家里的开销，你知道我跟我妈拿了多少钱？你算多丢脸！丢脸！穿这样出去抛头露面，我就不丢脸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干嘛？帮我！哇，美心的压力好大，哦。啊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大概知道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况了。美心可能生什么病了，然后爸爸就写的东西卖不出去嘛，家里又要没钱了。然后妈妈想要回去工作，哎，可是爸爸不准啊。今天所演唱的《寻寻觅觅》。剪烂的旗袍就是刚刚爸爸抢过来剪掉的旗袍。哎呀呀呀呀！哎，我怎么觉得房间变暗了？好可怕哦！好可怕哦！不要有那种突然跑出来的鬼哦，拜托，不要吓我。这是什么？苹果，然后鱼，所以这是画妈妈吗？嗯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，我还是觉得好可怕。唱机，哎，我刚才是不是有拿到那个？这个码头姑娘，就是刚才立方说的。买那么贵的唱机给谁看呢？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了。哦，哎，哎，谁在唱歌？哦，嗨，嗨，啊，美心在哭。嗨，美心你还好吗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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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取得道具，然后这唱盘是不是坏了？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这声音好诡异哦！有没有听到吗？那背景声音？哦，等一下，这是眼珠子哎，灯泡都变眼珠子了。
不要吓人哦，不要吓人哦，不要吓我。好可怕哦。花洗衣粉。这是什么？电视广告。龙争虎斗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电视老师分数也已经统计完毕了。终于没重播了。马上就来揭晓。我们卫冕者的心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、五颗、六颗、七颗星。哇，七颗星呢。哦，红心，然后再就比分数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数，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八十五，哎，没了。哇，今天的比赛真的是龙啊，又开始重播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评审老师的分数也已经计算完毕了，我们马上来揭晓。哇，这边都变眼睛了。卫冕者的星数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好，五颗、六颗。那看来。这间房间应该目前没什么东西可以拿了吧？我们就走出去吧。而且这里音乐什么都太……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变得不太一样了？这是怎样？怎么一回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一下这个，新二代好运不在，小童星杜美心数次比赛失利，不再亮相于周日歌唱节目，观众担心美心一蹶不振。那这边呢？侠侣不和，杜峰与巩立方屡传分讯，传性格难磨合，多次单独出席西办场合。哈，所以报纸也有写这些东西哦。是说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没有看这一边的布告栏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周五小记信宏医师专栏是陈信宏吗？忧愁是焦虑前兆，生活环境突变易诱发。哦，这是说美心的病吗？可能是焦虑症，或者是……好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拿一些道具哦，什么衣服、宝罐啊，我们可以回到这个房子把它放进去吧。哦，我们又回到台风天的这个年代了。嗨，不是，按这个。嘿，真期待将来打开它的那天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身上还有这个相机跟花。我们再应该是再回到第一间吧。间哦，怎么又不一样了？这是什么？沟通信，主任军舰，对于小女杜美心请假频繁的事宜，在此声明，本人并无意扰乱学校老师的教学安排，实为比赛在即，需加紧练习。哦，为了让美心去唱歌，所以。都没让他去学校的意思。相信主任也在电视节目上见证，美心才华洋溢，妥善栽培必将大有可为。每一场演练皆至关重要，对于健康也需严格把关。有鉴于这个时节，海滨大浪危险，海风酸冷，若美心不慎受伤或受寒感冒，致使比赛失利，可谓得不偿失。相信主任也不愿面对如此状况，故本次活动仍旧不可参加。哦，校外教学之类的吧，就不给美心去参加这些活动。请主任放心，本人将另行安排亲子出游，相信也有同等学校活动寓教于乐的效果。
啊，美心好可怜哦。哎哎哎哎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哎哎，梅花月开，哦哦哦哦，这是那个纸扎人吗？哎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转，我头会晕，不要这样子。啊，停下来。好。我现在在哪里？转一个头都晕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到1980这边去的。哎，这边布告栏，这边还没去。好，我现在头晕了。哎，这边是不是多了一张？九者水谷之气也。九入肝心二经，活血暖身，取寒化湿。哦，所以这边还有一张没有，我现在懂了。如果这间房间的东西我全部都解谜解完了，布告栏就会全部都有东西跑出来。所以这边也有两张，那这边呢？这边不知道还有几张，这边看起来应该至少还有一张。好，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这里，不要吓人！孩子感冒、发烧、流鼻水，小儿丽萨，是不是？妈妈要晚，全家安心。小时候的那卖药的广告就差不多长这样的。好，那。刚才有拿到相机嘛？把相机放在这里。哎，不是这样用的，不是吗？不然怎样用？原来是我没对准。美心，看前面喽！哦，爸爸要帮美心拍照吗？你不是要送一首歌给爸爸？啊，我的家庭真可爱。弹奏钢琴。我弹钢琴的技术跟美心是一样的，就一根手指。将来看到这张照片会很怀念吧？哦，就是那个，拍失败的那一张嘛，所以我现在再重新拍了一次。待会再回到未来的那一年，应该就会有。成功的照片呢、啊？我现在很担心的走路，很怕遇到鬼。哎、欸，整个沉下去、欸！居然长出东西来！猫草也没长这么快啊！哎、欸，它开出一朵真的郁金香哎、欸！希望它将来会成长茁壮啊、欸！就这样子。我以为可以再拿到什么道具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！我实在是很怕，就是那种会有突然的吓人要素跑出来。哎，是不是又不一样了？这里怎么一直这样子？啊？这是什么？哦，丽芳在打电话回娘家，是不是？嗯。
嗯，哇，丽芳没有跟妈妈讲。哎，等下，怎么重播了？这是什么？他好像在听。妻子的家书，丽芳爱女如。婚姻本身是一种成长与学习的过程，夫妻之间争执难免。我与你父亲也是如此走来，哇，这种爸爸妈妈最喜欢对小孩子讲的话。生活吵吵闹闹，关系修修补补，老来也就互相接受，但回娘家这事亦让人闲话。你当过公众人物，应更知人言可畏。孩子还小，尚需完整的家，别因一时犯傻。风雨个性固执，你不需处处与他冲突。床头吵架，床尾和，小事低调处理即可，保重身体母。哇，丽芳压力也好大哦，就自己家里的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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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这样子。好，我们这个布告栏应该都哦，还有一张是不是？亲子间的对话，爱在最容易忽略的互动上啊，没事一直笑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还有什么事要做？我现在没有任何的物品，可是我刚才有拍那个照片了，所以我现在再回到1986，这里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突然多这么多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还以为我走错，这是什么？地上这是什么？汽油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人跟我说会有这个啊。天气晴，哼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害怕，越想越紧张，然后就会跟以前一样，头好痛，不能呼吸，一直发抖和咳嗽。喂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蛇？好久没有这样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 you, 明明同学大家都好好的，慈姑观音的蛇，但我自己想很多，很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，常常吸不到空气的感觉，睡不着，在想说睡着以后可能就醒不来了。睡不着的时候，爸爸都会带我去找何老师，感冒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爸爸也会带我去那里拜拜。因为我以前病得最重的时候，是给何老师看过才好起来的，所以爸爸很信任何老师。妈妈说不要太相信那个，可是爸爸相信，所以我也相信。我要努力赶快好起来。You， 所以美金其实是生理生病啊，然后爸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现在大家有懂了吗？应该就是美心，她其实是因为家里吵架，然后上学压力大，所以有一点心理上面的疾病，但是爸爸就把她带去那种宗教的地方哦。剧本寸草春晖，妻子小乖，你是我们的宝，你可知道爸妈的一切全压在你身上，待我们老了走不动了，就还你来孝敬爸妈，知道不？孩子说知道妈。特写看见妻子的宝冠、锦袍、金缕，妻子说答应妈妈你会认真向上，这些宝贝便给你带着。孩子说谢谢妈，我答应妈一定认真，等我长大一定涌泉以报，让爸妈过上好生活。哈哈，我拿到一个碎片了，上面雕刻着一个女人。好吧，啊，美心好可怜啊，她压力好大。我们卫冕者的分数是84、85、86、87、87、88、88、89分。卫冕者拿到89分。
们挑战者所得到的分数是84、85、86。挑战者是美心嘛？88，再来一分，再来一分。哇，主持人好激动啊！那年的生日，美心送我一首《我的家庭真可爱》，右下角日期写的7月16哦，7月16好。7月16就是那个密码。哇，美心以一分之差输掉的意思哦，太可怕了，一直在88，赶快离开这里。不然又在那边一直88888888，快乐888。哎，那边突然长出很多郁金香哎。哦，好了，这一间已经全部完成了镜头下的笑靥。是杜风鱼的投稿哎，所以他也有做这种报章杂志的投稿。任何疾病作祟都能根除，千万不能忘记，所有苦痛都来自于我们的恶。不行，我讨厌这种东西，看了就生气哦。好，这间房间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们再进去看一下。虽然我原本是想说刚才就可以结束了，但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间。哦，哦，10月9日台风天，今天我的病还是没有好，又要一整天躺在床上，真的好讨厌。但是有一个好事，那就是爸爸送了我一个礼物，是一本故事书，《花与爱》吗？睡觉的时候，他一句一句的念给我听，我还在上面乱画，把故事改得很好笑，好好玩。爸爸教我折故事里的那种花，色纸用完了，我们就拿爸爸不要的稿纸来用。一开始折得很丑，可是爸爸很认真教我，真的好开心。而且折了很多魔法的郁金香后，我的呼吸就变得很顺，真的好神奇哦。嗯，我偷偷把最漂亮的一朵藏在书里面，这样写藏念故事的时候，爸爸就会看到了。哎呀，听起来就是爸爸没有翻到那一页哦。哇，一大堆郁金香，剧本郁金香，特写，烛灯昏蒙，丈夫一人对书案烂焦额头，丈夫独白，爱实在涌不出文思，难道江郎真的才尽？特写。房外见孩子蹲着把玩纸张，丈夫一晃眼，惊觉是自己被驳回的文作。丈夫生气：“哎，你怎么玩爸的东西呢？”丈夫使劲抢过纸，才见他被折成花朵。孩子说：“爸，您看，这郁金香送您。”丈夫接着纸花，百感交集。这文章被外头鄙夷，在孩子眼里竟然像宝。哦，我最深的忧愁被你折成花，就是这个意思咯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应该还缺一个碎片咯。哦，就是美心的照片，亲密度够高才拿到的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不太想走进这里，感觉就会有东西跑出来啊。哎、欸，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吗？这一间，我先把打火机打开好了。好的，我看一下，我身上有这两块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出去一下。我先看一下那个，布告栏的纸是不是有凑齐了。1985哦，有这边哦，有个郁金香的折纸的教学。好，那1985也成功了，所以我们只剩下这一间喽。
这一间应该就是那个衣柜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衣柜打开就来结束今天的实况咯。刚才是说7月16号嘛，对不对？我刚有听到弹珠的声音，是我的错觉吗？7月16嘛，所以是0716。有了。哇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嗨！突然变小 baby 的手，又是怎样？哦，抓周是不是？我们一开始有看到的那个抓周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原来在小朋友的眼里，抓周这么可怕。天气晴，大衣柜是我的秘密基地。每次叔叔阿姨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叫我去打招呼。但是我觉得陪客人聊天好麻烦，真不喜欢被问那些问题，真的也不知道要讲什么，真的。所以我都躲起来等他们走掉。嗯，我也是。好，是怎样？我会叫小婴儿爬这个楼梯吧？是什么麦克风吗？哦，所以美心他抓周抓到麦克风，然后在衣柜里面，我可以小声唱歌，可是没有人在听，所以我都乱唱。我觉得在衣柜里，我唱的比在台上还好听。嗯，就跟我在浴室里面唱是感觉一样。这样就不会在大舞台上发抖，也没有人会在台下用力盯着我。哇，美心压力真的很大。为什么不唱？啊，杜美心，你为什么不唱？哇，美心压力真的好大哦。好，这边好。剧本抓周第三场山道外，听闻孩子满周岁，远亲近友齐来道贺。亲戚甲，你是完人之后，将来一定成大器。呸！亲戚乙，你可以当官。亲戚丙，也可以从商。亲戚丁，可以是大夫。亲戚戊，或是大将军。现在还在当大将军呢。亲戚己，你要大富，你要大富大贵。亲戚根大红大紫，亲戚心功成名就，众人轮流摸孩子的头，沾取福气。哇，好讨人厌的亲戚哦。好的，那我们三块都已经拿到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出去了吧。好哦，布告栏也满了。宝宝满周岁可占卜，抓周是儿之前途。哎呀，哦哦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来去打开那一扇门，就是这一扇了，看起来非常不祥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